谢你啦。我什么人你不知道？从电话拍开，有啦，那个拍开妹妹乱死，还在跟我讲春秋，我春秋不给我在，春秋不给我在，啊你拢看无？夭寿，我会看到姚坤所用的是蒙眼霜，你吃没啊？我吃没啊？到底是发生什么大事？上书搬上舞台化，我亲眼做官，输娃娃我强大势，你搁强迫青青，将悲剧那也是你造成的呀、啊！哈、啊，天哪！你讲输父死，是啊，我强迫青青，你就不应该的你啊！然后，输呀，输呀，可你搬来去啊，天堂的所在。阿龙无性命啦！我爱死水呀！真艰苦，然后我连什么代志都袂记起啦。哈，到今我精神，就是我上甘是命。天大的消息，我竟然强暴青青，害死苏爷性命，我不是人。那是小高堂，那吃了到你的真幸福，然后来对祖囡仔下手，真正是故意的。丢狗，
我要你跑，就到我求你，你帮忙我，我要你跑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到时帮我来当你跑。你先爬起来啦，厝兄。我总算知影，爱情是你造成的。这其中哦，一定是人用魔咒，甲要陷害你。也毋过即摆规五华山庄拢废去啊呢。好中事呀，嘛互你活活白死。意思是无大劲，你敢知影？伊阁有一个哦，年迈的老母亲，伫个故乡伫个等伊成功倒转去呢。哪里？伊年迈老母亲，伊的生活是怎样？因母亲就住伫个观音妈庭边仔迄个小山坡，等恁自己伫个居住相间失明，拢是靠好用师兄命人，拢会揢一寡哦盘珠，也是食的物件转去给伊。即摆无人啊送物件转去啊，因老母是活活枵死啊！哪里？何况你报的机会，我甘愿趁钱来伺候中因老母，我甘愿。你先带我来去见伊母亲。安尼，你等下，我哦来拗一只手机的。你要到位。等我，你等我，莫惊。这不是向龙安岛的南妈讲，龙爷啦。你讲，我话。问阿仔，什么意思？怪你妈定爱坐船，敢无会当用桥路会到的所在吗？足困难的啦！你也才讲好中需要，我尔辛苦啊！敢我嘛愿意去啊！要不咱两个相水过好啊？娘传你来。生活起居有我，甲着教的，甲你斗相共。真实的哦，是。阮好娘啊，有够好运的啊！你做兄弟，才好伫咧甲斗相挺，多谢你啦吼。
钓钩的，带二秒要去休困。二秒，二秒在咧红豆田哈。你是在讲啥？哎，有年会啊，都得，都好都好。钓钩的，你看伊的厝况安怎？哦，伊的厝况，你看，厝尾顶哦一空一空，你来卫联好，也来听通告。什么狗？好在你生我如此的困苦，竟然阁做唔到代志。哪里？你还敢有钱？敢会当借我？我若有钱，就免对你伫咧流浪啊！你敢知？你无钱吗？废话！你无咧欠钱吗？我有咧欠，也毋过为着吼要救你，那天离开五华山庄，我的钱拢放伫内底。哪里？那钱若是变哪趁钱啊？你痴迷！我要带你去倒位赚钱。我想着啊，我本来应该带你甲二表做位去赚钱，因恁两个拢青梅。不过伊有年岁啊，我带你去倒。你讲什么？你讲啦，迄人哦，同介有迄个同情心，我带你来一个所在，固定的。啊！你都跟我讲要从啥？你来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就知影。哎呦！你又不跟我讲好着？阿弥陀佛。姐姐姐，我即摆甲你讲，你啦吼庙口坐人诶，我甲你送去个庙口，伊目睭无看诶，人就同情你，你着双脚跪诶，也是要坐咧，收着着唱淡薄悲伤诶歌，人吼经过着分淡薄钱互你。你别叫我做天使哦，啊若无咧，你目睭青眉要做啥？要做啥？要搬货吗？搬货？我了解啊。啊。现在在倒位？怎么？庙口？我袂安怎做，我袂晓。会啦，你绝对会晓。就参照看拄仔你做伤心，伫咧口讲你做唔着代志安尼。跪咧遮就好。跪咧就好啊！我带你来东港滨海宫城，做做闹热咧。你阿笨？我袂晓哪开头。开头。啊！真的哦，开头。叫我上课，跪地。
五湖六门玉条兴旺，七彩宝玉八仙添寿，九窑六门四处大团圆，好你们当平安顺遂大赚钱。就到啦，就到你伫倒位看，你讲你袂晓，我过来怕你。这个诶，能讲本事？有啊，你本你有本着啊？真爱白，你开你开蒙牛咧？你真正是蒙牛都无同款啊！咱个本钱侪钱啊？有啦哦，你好，未歹，你后摆拢做车媒就好。杨哥。这是跟我告你，你有当买有啦，这一百你辛苦，多谢你。那你赶紧的，免客，来一百，来去。等下一百给二秒，剩的就是我爱照顾恁的生活。咱一百不爱紧张，紧张爱给二秒买煲汤。好啦好啦，行行行，那现在。啊，你伫倒位啊？我要往倒位去啊？要搞啊！